下面有请央视一号台主持人王丽萍。Please welcome the referee, 接过碗，王丽萍。下面有请阿根廷选手乔治莱诺斯。Please welcome George Lennis from Argentina。下面有请美国选手肖恩范伯尼。Please welcome Sherry Van Boni from America。
第二局，希格里离开球。
单。三局同一手，比分三比零。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。第二局，新格里力胜，比分1-1。
号球比赛。
豪意味，外交部外事礼宾用车，杭州 G20 峰会官方指定用车，荣获2016年度绿色纯电动轿车、中国行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金奖。帝豪意味，让享受多一点。
号是什么呢？
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，中式八球领导者。
八号球星的。